哎，漂亮，5块钱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偷了5块，小钱。哎，漂亮，差一点啊。我的钱又偷好了。对我来说，偷钱又毫无意义。等他自己过来。哎，再偷一下，赶紧升2级。2级单杀，寻宝猎人叫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个被，你看我的钱，700块，看到没有？赶紧推，速推速推，速推，一定要速推。翻墙溜了啊，避一下，拖了20块，加上被动的90块。110块啊，被动的70块。他们活不长了。锯齿短臂。亚索的话要骗他的风墙，他的风墙是可以躲我技能的。你看，等下一波 W 小心，小心小心，怂一下。小兵去执行，对吧？16块还可以。你看多好杀，太好杀了。对，小兵去世器给后排拼，完美。没有机会。他跑不够我，因为我喝药可以加速的，好吗？所以说我就不需要灵光披风了，因为我喝药是有加速的。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兵确实器的目的是什么，并不是为了快速清线，而是因为需要清后排兵，好吗？一个 W 清后排兵，能听懂意思吗？我们这样玩的话，我们到时候7级可以一个 W 清后排兵的，懂吗？好 W。35块，钱都是细节，他不敢来。对吧 ？WQLA 直接秒，完成单杀。7级了，现在接下来你看我哟，偷塔吧，浪费技能呀。我操，这个逼，我靠，跟个鬼一样，这个吓我一跳，我操！你看我推完线，我就可以游走，我游走不亏了。这个防御塔挺烦啊，这个、防御塔。又来了个宝箱猎人。刚才是获得了160、70+90、160，对吧？交闪不伤，先回一下。他交闪了，他交闪的话，这一波看一下他走不走。没有用，我直接推线了。回家就亏欠，不回家呢单杀。刀尖之上，他没闪呢，那我推塔吧，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对吧？喜欢站着不动装高手是吧？那对不起，那我就不给你回家了。110+34=135，对吧？多拿了很多钱。反一波艾克，艾克可能是打红，扫描一下。
打完了石头人，石头人再打石头人很明显，等一波偷钱很细啊，全都是细节。Q 一下，全是细节，看到没有？偷了53块，对吧？不用杀他，因为我们每一波都在偷钱呢，我没必要杀他。又是天、无敌理财小能手，很会玩啊，很会玩。哎，漂亮，完美。我们偷了400了，已经收集400块，然后呢下一波再抓一个谁呢，就是550，抓个海兽祭司吧。等也不大别发的，300+71+150，500多，这一波拿500块钱，500多。等一波下路，蹲一波下路，下路应该会过来。偷袭啊，杀维鲁斯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他来就 WQA。400+120。552。哎呀，咋死的呀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看好我的输出啊！翻墙，翻墙，没事，我全收。艾克没到，那就死了。幽默一开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被他 A 了，被他那个 W 回来打了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一波起步偷300块的，300-400的，这一波翻墙绕一下视野，是一波好吗？正好等个先攻，然后秒这个上单。哎，翻墙，好，跑了就行，对吧？我们有星矢可以续航，这就是续航的。如果你带其他装备的话，没有续航吗？我来了，别怕，挖一下。哎，翻错了，绕一下视野。幽默一开 ，WQA， 300+116，416。只有傻瓜。应该买功率圆盘，哎，我下一下买功率圆盘，还不错。274+50+88，274+88，360多。可以，走了。亚索被打挂机了，亚索。艾克在下，艾克在下。700，我偷了800多，我偷了800多，他偷700多。不来，我靠！这种对我来说，好。300+70。300+70，370，还可以，六了。我从不妥协。照到我了，留了。
右好了，我大右好了，我的大右好了，推塔。我操了，可以。没眼这边，我这里是没有眼。你咋这么狂呢？跑呀跑！别狂，来嘛，来来来！飘闪，飘闪就不追了，他没闪吗？哎，你想跑啊？哎。